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山家行，今儿个是大年初五，打卡烟袋斜街来寻找年味儿，说是人山人海一点都不为。烟袋斜街的由来，一是因为清代住在北城的旗人都有抽旱烟和水烟的习惯，而这条街经营着几十户烟袋铺；二是因为这条胡同本身从入口处就像一个细细的烟袋嘴儿，一路往银锭桥走，犹如走进了细长的烟袋杆里，所以就从鼓楼斜街改名成了烟袋斜街。有人要问了，春节哪条胡同最有年味呢？那必定是烟袋斜街无疑喽。这新修的，这是新园浴池，这是李鸿章继子开的。这儿有一个百年建筑，烟袋斜街铺面房，看看这铺面房。